年过五十，他们却遇到了新时代的冲击。啊，看到了，我很快就要搬进去住。不行，是放弃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教你怎么做个男人。我要你读大学，那你去读啊，你能够毕业，我就已经上大学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。没有权利就不要照顾吗？还是一步步迎向挑战？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同学，人生五零后，他们如何重新开始？五零高手，6月6号晚上9点，8频道。